那个客家版的飘向北方，客家话真是很难。对啊，哇，功力有，等下怎么唱？有第一次录音录这样心虚的，我死定了了，今天。嘴巴好像不知道对到，不太对上了，好像。再举心给他开一点。录音全记录，客家版飘向北方。师傅，给你耳这么大。录音了，唱歌。唱哈嘎狗，难唱，真的。客家话真的太奇怪了，他一个字都不会讲。我只会讲我在台湾看到的哈嘎电视台。我们玩很大，可是你们现在开始要讲客家话了。来啊！我是不会的，你这样逼我没有用。而且我们的同事特地派会讲客家话的。我屌那屌，我你也太冷了。那个。安妮咪这样瘦了咯，你就瘦很久了啦。客家话。安妮秀啊你，我讲。是这样子的，因为少林大哥他要在云顶办他的那个告别演唱会。告别演唱就是你害到我了，我以为你死掉了。那个哎，就不错，我讲哎，明年80岁了，还没有死之前做一场轰轰烈烈给他们看，很正能量有没有？他讲我们来 promote 这个演唱会，所以我就想到一个很好的方法，就是之前其实很久就录了这个客家版的《飘向北方》，有你拔刀相助啊，肯定爆满的呀！全马客家公会的朋友一定要记得买票，相信很多人都听是少林哥的歌长大嘛，尤其是那些。客家区的朋友，一个古赖啊、奔洞啊、然后吧，还有沙巴、啊，对不对？沙巴会搭飞机来咩？告别演唱会嘞！哦，你不看没有机会了。告别演唱会嘞！其实这个皮特张智霖老师呢，他们是兄弟的。皮特就是我们的制作人，然后他们两个一起连着在这边讨论，要讲 rap 出这个很 log 很白话的客家词。你们看这个是他的歌词，对不对？你看我的全部是 A B C spelling。我一看封面，名字华奇萝卜。这个冲火爱马良基，人家冻爱压风，冻爱放屁，冻爱压风，冻爱放屁。啊，就顺一点。对，我录过马来歌、英文歌、越南歌、日本歌、韩文、阿拉我都录过啊。客家话真是很难，因为他们的一点那个调一点点不一样，不一样意思呀。像你认为最难的是哪一句歌词？一句话录一个小时，人家讲，人家讲，人家讲，小胖母鸡等到太胖，命就归西。林志，你记得你上次学那客家话学？要丢来了，他录一个比赛上，是世界各国的客家人创作，然后来比赛拍一个呼吁。然后重点我们剪出来，因为我们是 jump cut， 然后结果那个台湾那边那个政府很高兴，他觉得我讲得很好。结果我录了一个小时，没有人知道我讲话不到一分钟而已。披甲全球客家流行音乐大赛，今年本作创作组，国创组，等你来报名，夹条夹条夹条来，夹夹夹夹夹条来来夹。对，这个是我人生中最长的一段客家话，不过现在有突破了，更长。你看我的 spelling 有点，哇。是 English 的。冲火爱马马良基，要上到乌加阿咪，要过热风湿爱乌加阿咪，要过热风湿爱。牙屌下讲言，他妈粗话讲。爱粉面，哇，高丽哦，第一种唱，我真的很心虚，我第一次录音录这样心虚的，哎呀，我死定了的。是死还是没有死？我很少做老鼠屎的，真的很内疚啊。幸好那天录音你们没有来拍，那个画面真的是非常难看的。嘴巴好像不知道对到。你看，你看我嘴巴一下，你们帮我开一下，帮我开一下。不太对上了，好像。不的，前面 OK 啊。那嘴型给他开一点。我的眼睛，全部会客家人看住我，你懂吗？我这个最好，这个好，这个最好。是，我也是觉得这个最好。录音啊，不要讲现在，听这发音啊，再听一次。OK 啊，听得懂啦，听得懂。他嘎哥好难唱，你客家歌跟你的海南歌一定要准准的，不可以跑了哦。对对对对，客家歌也从来没有这么密的字。
这是第一个 rap， 八十岁了第一个 rap。我讲真的啦，不要像北方年轻人唱的未必唱得到，他客家版八十岁 rap 到了，我真的是。你怕吗？没有，我觉得那个 rap 最重要是那个气啊，那个愤怒啊，他的愤怒有哎，有，这愤怒给他骂到，愤怒就愤怒了。好录完了，他 OK， 所以应该都 OK 了。声音还是真的太厉害了啦，我老哎。赴他同意马班枪，人强天气差，挨冬夜来。我爱一家，两个国唔系小妈，大到边百公都有人在，一个未向前，唔好联系。今年黑到勉强。我真的流泪了，看到没有？气氛也太难解了。耶！所以你今天录完什么感受？我觉得就是突破一个完全不会的语言。还有前二张票啊！还有前二张票啊！注销一下，来来。七月九号，云顶云行剧场张少云大哥告别演唱会最后一场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们一定要购票，所剩不多。大家尤其是那些从小听他歌长大的朋友啊，全场一起大合唱。现场有二十多个歌星会上台，差不多。朋友很多就是这样的，大多江梦雷、谢玲玲、姚宇、许文友、宝林、嘉玲，什么很多了。他们就是一个同乡会的感觉了，就是大家支持一下，好不好？云顶嘛，看完了还可以去玩两把，对不对？样样都唔顺利，做到时要爱笑意，冲破爱骂两件，人家当人一放，当人放屁，要上到乌卡阿庙，光年讽刺爱意，人家光超拼，一等到太拼命就鬼事。当初我越激情，你手里太给利息，我是硬暴毙，最后抢到该砸送体，自创外卖烟，暴露。